早上临时店休半天，因为道路在施工，没办法营业，所以就跑来北港这边拜拜一下，发现一个高科技的东西，这边刷悠游卡可以捐香油钱。Okay, 吃完了北港的这家老店，这家在前面就是北港朝天宫，然后后面在身后这家北港七十年老店，大家可以来北港可以来吃这家，每碗30块而已，超推的。